嚯，这么个大肥腰子，今天晚上这一套有点凶啊，这立起来了，这个我感觉我现在这俩眼冒蓝光。然而他反而刚一顿不扯的话，今天我们一块儿的喊我出来撸个串，我顺便记录一下美好生活。现在我看着导航走，因为我发现刚才我听错地儿，这小门。你好，来了来了。哦，你都写完了，我们一块儿把这个题目都写上了，就是没写酥。砂锅肯定是醋小豆，砂锅醋字怎么写来着？弄的嘛去？花场买什么汤？还得是你，还有牛肉串，五味筋。因为嘛，因为立春羊肉还是相对少吃。哦，好凉。这个还真挺好喝的。嚯，这么个大肥腰子，这旁边这肥油有点大。这所点这肾哈，今天这顿可补了啊。香蛋泡一泡。哦，还少个鞭呗。这我估计一会儿晚上都睡不着觉。我那个一会儿您稍微少来点辣，我感觉这俩就能吃饱了。这个跟个大馒头在了，对这牛背筋很是期待。水爆炉也先切。一会儿您给端点香菜吧。今天晚上这一套有点凶啊，滋滋冒油啊，这立起来了这个。这么师傅您受累吧。啊，先弄份水爆肚，直接上了个盘子，筷子没用啊，我拌拌先。香菜搁的绝对多，今儿这绿色绝对到位。行行，差不多完了，兄弟，今天这顿饭吃完会不会流鼻血呀？先来一口啊，辣有点少，再来一筷子。第二口这辣子够辣啊！哎哥，你带充电宝了吗？怎么了？手机没电了？用这个，这不错，磁吸的，还挺方便。回头我也买一个。别回来，就现在。这个磁吸的充电宝是苹果的外接电池，可以保护电池健康。就是700多的价格有点劝退。别急，新年了，我跟国方谈好，给到了10000个苹果 MagSafe 磁吸充电器的体验名额，具体多少评论你自己看。我已经把直达链接帮大家放好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位置了，先到先得，赶紧抢一个来体验苹果生态的碾压。链接在，就是名额还有。你甭管了，我现在就去。这应该是肉串跟肉筋儿啊，先来个肉筋儿。杠杠的，味儿行的味儿啊！多少钱？3.5块一串吧，还是？它这肉筋儿还倍儿好嚼，对，对吧？嗯，再来个肉串儿，那肉串也行，但是我更爱吃肉筋儿。醋角豆腐先弄一碗，先晾着，再来点汤。哎呦，粉丝还够长。这一把是鸡腿肉和鸡脆骨，为嘛我说不爱吃鸡脆骨呢？这玩意儿一烤就没了。不过烤鸡脆骨绝对是烤鸡肉里最香，对吗？来口鸡腿肉，甜的，不过这口感有点硬。这鸡腿肉一般，真香。这是我见过份儿最大的拍黄瓜，麻酱、醋，上面还放了小花生，再得稍微再拌一拌，让这个醋跟这麻酱充分接触。这下味儿对了。来个腰子，这油边都烤干了，这种就得趁热吃。哦，这口肥油好香，腰烤的绝对透。哇，这东西多少带点腻，腻就来个黄瓜。再来这半个，这就是我最期待的牛背筋儿，筋儿烤的这个口感不错，瘦肉的地方好像嚼起来有点费劲了。牛肉这个，哇，这筋儿烤着好吃。再来个鸡翅吃，我吃鸡翅就直接往嘴里搁，鸡翅烤着干。来口醋小豆腐，胡椒没少放，味儿绝对到位。哇，这就是刚才那俩肾开花了，剔一根签子出来，这吃的跟豆腐似的，这肾皮还有点嚼劲，一会儿肾头啊，这套太带劲了，这套就差枪了。这点小黄瓜绝对太到位了，真的。我感觉我现在这俩眼冒蓝光。今日消费318，辣烧牛肉、宫保鸡丁、老包三、八珍豆腐。不行不行，不能都吃了，闲的我跟多能吃才。然而那凡尔刚一顿不扯的慌，今天去吃一家收藏了很久的清真菜馆，咱们一块去尝尝，怎么样？呵，这小红帘子啊，两位。到了，哇、哦，大菜单看着痛快，4个菜，反正你有想法了已经哈，就按你的想法走。先来2碗米饭，
今天有点失误，早上就来吃早点了，吃的好像还有点多。不过现在已经一点了，一坐着这恶意就来了。恶意，先上来一个老包三性感药版本，这口应该是盖儿，盖儿肯定居多。这个小味道还是有一点点的，这块是药。要比这个盖儿的甜鲜口，吃起来吧有那么微微点甜味儿，这盖儿有点硬，感觉火有点大。蒜给的绝对够，蒜味儿绝对到位啊！这米饭行，没层层球。回头再说一句，这盘底的油多点。配上这米饭吃还是挺香的，宫保鸡丁啊，回民馆的宫保鸡丁，头一回在清真馆吃宫保鸡丁。嗯，鸡肉弄的口感不错，大葱段有不吃这个的吗？这就是个小荔枝口，也没什么酸味，放的就是鸡粒、葱段，还有点果仁，整个这个菜也不咸，直接上勺了啊，搁米饭上，再来一勺。嗯，这和米饭吃香，绝对香。嗯嗯，这是一份八仁豆腐，这一份不小啊。我先来个大虾仁，好大个，这大虾仁吃的还挺过瘾。来块豆腐吧。嗯嗯，豆腐好吃，还有点脆劲儿。牛油海鲜，这也算海鲜，这还有蟹棒。这个回头也是稍微甜一点，这食材嘛的我觉得都挺新鲜的、啊、再快点豆腐，你这怎么不吃米饭呢？那米饭吃点多，你一点也不吃什么？我就不吃，我想来半碗，我想来半碗，太多，多吃菜。辣烧牛肉，它这烧的是牛肉块，尝尝这块的入不入味。我再来个块小点的，块小点的行，这个我得给它搓出，得给它充分蘸蘸这个汤，这个汤的味儿还是不错的，咸鲜辣。它这要切成片儿，我感觉会更好，对吗？又出熟，又那嘛，又不用这么粘。这辣味儿吃的明显，哇、哦，这吃的带劲的辣味儿，这就给它给搓烂乎点，充分接触也行啊。有块筋儿。再来块米饭，不行不行，不能都吃了，咸的我跟多能吃呗。来个绿色吧，今天唯一的绿色。最后再和这么一小碗，今日消费180元，黑蒜子牛肉粒，这黏黏糊糊的，太适合下饭了啊！两碗米饭吃完了，人得翻二杠一顿不扯的话，回到天津市的第一顿肯定是炒菜大米饭，应该开门了吧。你好，两位，年前就来过这家，关门了，节后必须得给它补上，点点传统的了啊，黑蒜子牛肉粒。要不要？要肯定有个，你要要这一样的特点啊。行，太好了，我自己写吧。大爷您先忙，怎么的，先来两碗米饭，行，您收来，谢谢您。每当从外地回来，就对这个天津的炒菜跟米饭就特别期待，是不是大家都有同感？先上来一个黑蒜子牛肉粒，这份48，量就还算可以吧。尝一尝，外边过了薄薄一层糊，炸了一下，有点那种微微焦脆的感觉。这个牛肉的口感嚼着也可以，然后呢，整个就一个甜口，然后黑胡椒的味道，这个蒜香味我估计得吃这蒜才能感觉出来。嗯，好，谢谢您。这米饭也是个球，这也够圆，那个还是这个米饭香啊。一吃这热米饭啊，这黑胡椒味上来了啊，灌嘴灌嗓子那感觉，舒服的那种感觉。蒜弄的也不黑，火候也挺好的。其实我觉得蒜再多点就好了，一是味儿上来了，二是还能多吃点蒜，这种蒜就是不辣，嚼嘴里挺香的。今天高级了，今天我们一块儿都买的这个。哇，吃一口这黑蒜子牛肉粒，再喝口这热拿铁，也挺有意思的。哇，热了啊！这过完节刚开始营业，好像有点跟不上节奏。大秃噜酒为啥还没醒过？这第一个菜就中场休息了。这菜还是从别人锅里点了一半。这菜还是跟人家一块炒出来的，葱油白鸡，这色儿够钱，这色儿，这就类似于白斩鸡的感觉。这个就得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了，我觉得主要是吃口感。
哇，凉的，哇凉啊，绝对凉，这个绝对凉。哇，这个鸡的肉质绝对 OK 啊，多少面筋，骨头也是啊，还带点色儿，就是有点凉。这要夏天吃可下酒了，这要做成口水鸡啊，弄点红油的那种，红油麻酱肯定也好吃。咸淡味儿差点，主要靠它外面这个葱油了，这得多给它泡泡。这不难吃，这可以。二十几，26、25，十吧。像这一个鸡腿，在饭馆里做成凉菜，要是18的话，就还算可以。牛肉粒我就打死了啊！打死了，又断档了，这层打篮球了。刚才是第一节，这是第二节，看这第三节多少开打，这样蒜也不能浪费，绝对光盘行动。好嘞，您再给我盛碗米饭吧。行，谢谢您。酸菜肉丝，这上来的味儿倍儿窜，这菜还是里面没放粉丝，人家完全符合菜名，还有多余的材料。啊、哎，看我这色儿怎么像鸡丝？凉菜的呗。仔细一看，这是鸡丝，这是里脊丝，这绝对是俩丝。反正人叫肉丝也没毛病，你甭管嘛丝。现在好像就28吧，26了。这个菜就一股啥酸啥酸的味道，然后剩下就一点点那个白胡椒的味儿，感觉跟在东北菜馆吃那种酸菜肉丝少了一些复合的味道。东北多少还搁点酱油，这没有酱油。对，第三节结束了，准备最后一节。好，谢谢。最后一个菜，鱼香鸡丝，刀工切的行啊。甜咸微酸的一个口，整个是这豆瓣酱的味道。看见黏黏糊糊的，太适合下饭了。啊，两碗米饭吃完了。今日消费122。